现在呢要来教你们如何快速剥虾。首先你先把头捏掉，这边先剥一节一点。剥完之后呢，按住这个地方这个节，然后把它拉直。日前有网友在 IG 分享超快速剥虾的方法，仅需要一剥、一捏、一拉，就能将虾壳完美剥除。剥虾的方式之后，超爱剥虾，因为真的很快。首先，你先把头捏掉，这边先剥一节一点。剥完之后呢，按住这个地方，这个节，按着，然后把它拉直，那就下来了，超快速。首先，你先把头捏掉。这边先剥一节一点，剥完之后呢，按住这个地方这个节，按着，然后把它拉直。